当收到电机器之后，首先接电，接电这是L1L2， 这是就是还应该这是单元220的数接电。接完电，这有一个总闸。黄电，红电源。这拉开这个，这有一个注油孔，可以往里边注油。拉开这个门子，往里边注油。注油的话，把它注到两个槽之间的三分之二处这个位置，盖上一孔。当电源启动之后，这上面有几个键，有电动、连续。我们正常编制的话是搭到电动上面，然后有个交叉开关，踩这个交叉开关，啊，松开就不转，用的时候一踩，交叉开关，用这个启动也能一直按。就是电动，松开就转，不松开就不转。电动。然后这个收线反转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打到这个反转上面，这个线它收的话，它是往回转。正常转的话是这样转的，往这转，这是属于倒转。所以一般就是说在编制往下编制的时候才用到它。然后收线断数是属于有三个断数，一拧它自动收，这是自动收线。然后速度调节，这是搭到连续上面，把它搭到连续上面，有这个速度调节调它，它会有显示。啊，会有一种显示。这个旋钮有一定的变化，大概都会有些。这就不用任何操作，这就一定的变化。所以一般在操作的时候是达到联动，上面这些键不要按，一个都不要按。所以这个键只是说显示面板显示的，这样的键都不要按，所有的操作面板全是在这一块联动。